头里不舒服啊，头里不舒服，头里不舒服，我在灵脉室里边，灵脉室里边，灵脉室里边，外星人呢，给我灵脉室外面也加了个罩子也加了个罩子也加了个罩子然后也用了那个光线打乱技术他们现在才真正的理解到我所说地球人的那种邪恶，所以加强了爱国措施。我说的那个，沙海静脉那个事他们已经开始规划要该带走的人就早点带走，不然的话是社会失控了一旦一个差错一出的话，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所以说抓紧要解决一些好，明白了，明白了再见，再见。